那我们今天，请各位来试吃的哈，就是我们的鸡，因为我们跑了几个月，所以它很扎实。但是烤鸡怕咬不动，所以我这次请你们来吃一下我们的烤鸡，出锅啊，看会不会太老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以后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客户就吃一下烤鸡。哇，原始的精华。鸡精，啊，所以待会你们吃的感觉怎么样哈？啊，要跟我讲好不好？皮妈帮你，皮它咬不掉，咬不掉，来咬，来。他说谢谢。有没有人吃鸡屁股的？哦，他们。我们鸡有很香，不会有味道。谁要吃翅膀？看看我们家的鸡胸肉有没有？不过鸡胸肉好像也蛮有嚼劲的哈。嗯，就是不会干柴。这个鸡下个月出就满六个月的就可以出了。我们现在客人在外面，我们先不让他知道，这个是外面市售鸡蛋，来，我们破。这个是纵向的，我们蛋哈，我们横向的。那客人不知道纵向横向问题，所以让他们来做一个试验比较。好了。好，来，小朋友一人拿一盘。现在哈，每个人都有一半一半。如果只能吃一半的，只能吃一种，你闻闻看，摸摸看，你想吃哪一种？先跟我讲你想吃哪一种，来闻闻看。啊，摸摸看，啊，另外一个闻闻看，摸摸看，你觉得会选哪一种？哦，你选那一种来。你喜欢哪一种？你选这种好。你要选哪一种 ？OK， 好，可以吃了。来，你选哪一种 ？OK， 可以吃了。来，你选哪一种？是那个 OK？ 来，好，你。我不知道，你要选哪里？你选这个。你们先选哪一个吃完？吃完以后再吃另外一个。跟一般蛋一样的味道。你的是横的，你也选横的。对。哦，好，好，你也是，大人，哎，怪了，大人全部走这个横的，啊，小朋友先中的，好，那现在吃完，你选哪一个？两个都吃完，来，这个，有那个能力会给答案出来了嘛？哈，我们外面的蛋，它的一定会给龟，因为它都全部饲料养出来的，里面其实有蛮多。药物传染，我们这个第一个你闻，想要你们闻了以后，你们选，因为小孩子比较不知道怎么闻，我们闻了以后，这一个的味道是，就是香，它是比较腥，啊，这个入口以后，因为我们蛋黄是比较黏的，所以袂粘龟，它这个比较那个软哈，所以它也粘龟，所以我们鸡蛋这样比较起来，差别在这里，那你注意看。我们的蛋黄比他们比例比他们还大，虽然我们比较小颗哦。今天这样实验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实验先到这里，拜拜。这是我们蛋黄。